师的事也受你容许的。我为什么学习老师呢？心里面我从内心当中有一种感恩的意思，也就允许比我成名更早，因为有他的，我们辛苦的在60年里边，共同在师的旅途上艰苦的奋斗，就因为有他，所以我就没有好不自由的把整个生命都送给师孔艺术，所以就我坚定，如果有一些成就，我应该从内心当中感谢他，他是我创作生命岁月的恩人。要是心了不来，顺着教要的人也，如何飞入名利的四月？采一路的缤纷与灿烂，要不是六月在你焚烧中，你焚化成了这火凤凰。夏日在为着一阵事，便红遍了两山的枫树。